叫到这么大声哈。十支参赛队伍 BHZ 非常精彩的演出啊！那我们也要稍微简单的稍微访问一下我们这支非常有活力，而且结合了我们中国风的这支团体啊，很明显就结合我们的中国风，对不对啊？来，有人现在可以说话了吗？来自于什么团体 ？BHZ 嘛，好的，忘记了哈。好，可以简单的那个自我介绍一下吗？还叫什么名字？对，名字也忘了哈，一跳完整个就忘记了哈。那来叫什么名字？我是他呀。好，你好 ，BHZ 的第二位是罗盈萱。哎，你好。林万玲。徐亚宇。好，你们好。陈玉佳。林君颖。好，谁可以告诉我们一下你们这次的舞蹈所要呈现出给我们现场所有高雄的朋友什么样的感觉啊？也没有什么，就是老师说要来比赛，我们分数就会。我们是要中国功夫结合街舞的舞蹈。中国功夫结合街舞，好，所以想必你们应该对中国功夫有一定程度的了解，对不对？那有没有人可以来一段，比如说鹤拳之类的，有没有？可以吗？好，没有，对不对？来，对啊，这样，你可以是不是？好，来鹤拳 ，OK 吗？预备，开始。就这样，
没有任何一些口号吗？有点精神啊，有没有？没有。那我，好吧，那我们要请评审老师示范一下。但评审老师离这里有点远，评审老师说我可以帮忙他们示范一下。你们刚是鹤拳吗？那我就示范一下真正的鹤拳，好不好？帮我拿一下麦克风。你要放在我的嘴巴旁边，因为我还有口号，你们没有口号落掉了，好不好？预备，鹤拳。好吧，稍微注意一下。虎拳有没有办法？你们也会了是不是？好，那就好，那就算了，那就不要再继续下去了。好，谢谢我们来自于第十支参赛队伍 BHZ， 谢谢你们，谢谢。好，我们。